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首先面对着每种那些你的肩膀的上级心都没得不我这个难道行了就不如就心结那些三八当路也写着写的其中的妈的把也去结果路过日都走他国外去就提那老李啊，你不得天把都存住一，那么他别干些猪个，干些猪不行，不要钱。俺的猪些，送不得，看上个军人些呗，拉面当块嘛闹些个事。大大那星期，媳妇洗了个天把年代一，拉面吐光了不行，那么他们吐光了不行个事。他第一天生活了就那么的就业的吧，他邻居啥呢？他第一天要摘钱，哎呀，你吃卡些几钱啊？能做什么程度？在讲到第二个十项必须的事当中，那第二个必须具有信心和精进而奉行上师的教言，这个之前讲完了。那么在第三个说必须知道人的功过而正确的选择上师，还有第四个说必须具有智慧和信心，小心的去理解贤德上师的心意。可以看到在这几句当中呢都会谈到上师哦，所以接下来法王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上师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做日念的但日兄弟讲不讲我们这个当那苦有我们这个哪里啊苍龙兄弟这样做这哪是娘的成员对的了啊杨吉那么吹啊他就那么点啊过了呀杨昌村的密色刚也听着哎呀说听着密色刚也听但是他那些就他要那么的确定罪了然后告诉你然后说是给你看没有吧但他那些就苦有的讲究没找一个印象第一点呀就说是给哎，你苗把的听别套呢？哎，你就缺那的笛子，缺嘛松呀套了一米呢？哎，得了的心机，哎，说出来的，那把拿错了去，光给说是他没人吃的样的。财产哎，别吃啥用的，你对原籍缺了些垃圾都是啥？刚才都多了去，哎，那就日兄一点不叫我们这边。那全年没这个做了呀黄嘴及康王都听别到了那刚才都做了这一句嘛这对于这句确实啊别说这样去嘛你那常常考不了刚才说呢说是日兄给到过去的日兄讲这种的一点很多时候呢由于很多现在这些佛弟子修行者们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生长的环境呢也不尽相同那但他们都在找寻上师依止上师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些环境文化的不同所以在找寻上师依止上师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的地方
那么同样我们说在依靠一位上师的时候，那对于一位上师来说，他有的时候也需要看这个求法者或者弟子们他们的根器或者他们的心愿，还有他们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他也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开示。仿佛说就以他自己为例子来说，常常试着在讲说佛法的时候呢，也尽力的试着让这些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环境成长之下的这些法友们能够符合大家的心意而讲出大家所需要的这些法教，但有的时候会发觉其实并不容易。常常是陪伴下的企业的那我是主意什么的各都是基本对各当地人的就常常是各当地人的所满足这别人哪路人就欠我了，你欠我了，就他说他一切月个西乡欠的就欠于女三呢，俺我做就欠女三的两百多钱呢，差不多就七千的欠了的，别把欠女三呢，俺数不了这些用于什么呢？他就把这老老当的没事，俺这点钱呢肯定多，就让上那肯定多，所以说就他说，这嘛，那么点也是搞老不说就没钱，上下写的年数。你用的不错，在咱厂上，咱这些这些里面就是啥呢？生理啊，那你主播管理给自己占用的，主播管理的呢，可能需要什么？长布鞋呢，弄了破；单板鞋呢，我是小的，那个啥？那三木鞋呢，马虎鞋。哦，卡罗的古巴同事叫了的，这张也是被点不点呀？他说的，我你住的普瑞波的，不然去卡些阿杰什么？你住的，你住这么的忙活过吧？这张他去了，这边你住的去了个，去了个叫了多大？这去了阿杰吃啥吧？印章，那去了个叫了啥死？哎，去了个什么？去了个什么？就米几几个都上的。아또전화도전화기교회에전화가제차다상그래서소슬라비는엠바저는놀퍼지고고르사르도와아디레말디전화는교요만다디지가르쳐지고르르지겹제다디남산지가르쳐에자남균둠대쉐로디어다데르지가르쳐에데아 different circumstance 아저르다다디에비균就也忙不起来啊！这是，俺这就是俺那，到底就让他儿子呗，东西就买了多少去，干脆啊，就等到多少的，把汤圆留在库房呗，俺接下啥吧，伢那库房是什么？那么多，就二十年多，但伢这边可多些些呢，俺跑着了吧，俺跑着那那么的，什么干钱了？俺两百些呢？给这点不上了，但最近俺说要白白给些人就轻重钱了，就好了吧？对呢，确实就是轻重钱了。但俺开心的买，俺开苦买，俺老娘买买，但刚刚买，但反正就泉州建设学校来这边，现在上班也买，是就是呢。但把这地这业务做过了，被客都过了，就过了现在上班有上班的，过了国外有上班的，娘们有上班，刚刚有上班的，你咋能证明这方面都上班？就这个国外的多啊，嗯，那么现在呀，常常呀，叔叔给是那么些那样，就叔叔，叔叔爱我三个的嘛，我要了吧？他这些没女婿，给是那么个些没女婿。但啥不写别团伙啥不写写别这个说的上路去忙过当街别接把忙过去就上路当街就搞得我就过上路去念些哦他这这现在他这得写一写的嘛他说过来出来嘛过出去看过乱点不提就马写一下哦他这就是这搞出来但我念些就是那就是他上路的时候嘛我说那天国民都是他的国家国民都是他在那有用的话那卡罗的人这个我们把他国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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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对，那三三级考不了几多的。哎呢，俺大呢就变成第零六级、第六级，那个是企业考级去。哎呢，别把考级越变就啥呢？那么用俺们写单了，企业写单了，别把写单，那也是蛮大的，就写下去。这到第六级，别把的企业你搞越涨，企业的写下的写不赢，这别把的写下的写不赢。他妈的，这那是这啥事情？嗯。俺们省里头的朋友都说的，俺大那些养马场的、养鸡猪的，俺米钱不得多。这是马场的，他的那就是啥呢？他靠不住，俺那些的差些，俺为啥的买些？好多的。先生，如果跟你自己去拿呢，还是咱给你洗洗吧，提干退回家呢，还是？하루 되나 구버다 망보시에나 아니 기준을 쓰고서 지시에나 所以在这里说，一位上师现在有时候要这样讲法，实在是不容易哦。那譬如说，有时候对藏族或对西方讲法其实是不太一样。像法王也觉得，像有时候对藏族讲法的时候呢，这种讲说方式有时候对现代人或对西方人来说实在听不太进去，因为这些话在西方人听起来或现代人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在命令你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对藏族来说，他们已经有信心了，对佛法有信心，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方式他们听得进去，但对西方人来说好像是在命令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听不太进去。同样呢，换个方式，如果对西方人在讲法的时候，藏族也会觉得这是讲法吗？这根本是在心得分享嘛，都是说这个怎么样啊，那个也很好，我的感觉是这个，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对藏族来说，这根本不是讲法，只是心得分享。所以有时候这样想一想，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法。所以这时候法王他就会想起有一位大师叫竺巴昆烈大师，他曾经就说过几句话。他说第一个，有时候你说话的时候说得太直接就很伤感情，就会刺到一些人。第二个，如果你说得太真实的时候呢，又会蛮尴尬的，蛮不好意思的。第三个是你说得太深奥的时候又没人听得懂。第四个，那好，那你不说话呢，那别人把你当傻子，把你当哑巴。所以法王就想到说，你看其中有讲说，如果你讲得太直接，譬如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他分明就是太我慢太傲慢了，那你呢，如果直接跑去直接的跟他说，你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太傲慢了，这是不行的，那个就很伤感情，他就会被刺到，伤了自尊心。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不能太直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就你就得绕着弯讲，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也是不容易的，在不同情况之下的确就是会有这样的情绪，所以等等等等这样讲，其实讲白了就是他太我慢，你要告诉他说不要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讲得太直接就刺到他。第二个呢，是有时候他讲得太真实的时候呢，其实会造成蛮尴尬的。这怎么说呢？尤其是我们藏族的一个习惯哦，尤其讲法的时候你是要谦虚的，所以呢谦虚的词是什么？譬如说啊，其实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我是没有学问的，而且我是没有羞耻的。甚至像这最经典的这个吉天菩萨入菩萨行论里面，他谦虚到他说，其实我写这部论点呢，也根本没有这种想要说利益他人的心哦。这的确是很真实的话，但是如果对在现代人西方人听起来就说，哦真的这样吗？你又没学问又没羞耻，甚至你也不想帮助别人，那我干嘛来医治你？那我还不如去找别人了。那同样第三个，想想有时候讲的自己对于这个法你想了好久，深思熟虑，而且做各种的观察，你想说嗯，我要分享给别人这种心得，但会发觉说得太深，自己觉得体会很多，但是呢别人根本听不懂，那干脆说第四个，我就不说了。不说了的话呢，别人又把你当个傻子，哦你什么都不会说。所以仿佛说想一想，看看这一次的课程，再放眼看看在座的大家哦，里面有我们外国人，然后也有很多藏族的喇嘛们。事实上平常法王说他讲法的时候，对外国人讲法跟对我们藏族人讲法是不太一样的，但这次实在没办法，在座的又有外国人又有藏族人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仅如此，更麻烦的是有的时候讲太多还会被这个翻译瞪，
被翻译用愤怒的大眼睛瞪，而且再加上天气很热又流很多汗，所以法王说呢，或许竹巴昆勒大师曾经讲过那四点，现在这个时代要再加上第五点，就是说太多的话还翻译还会生气，所以这个要注意。咱看啥个军写的那么坦白，那么当然蛮当过蛮多高山的。咱看啥个军写的啥的，看不上的多的。哎，那个就是，因为怕我露出给西征拿了呀。哎，那就俺们那边的啥的送不能行，啊，心多俺们的，心多俺们的收入，心多俺们。现在我们变了想，他看到被七名了，哪门名吧？哪名的七名名吧？你个明白噻？你永远没中。这一句上来，常常就命，关键是呢，快，能救也不是担心多。快能救的不是就命，救命之类的，能快就看出来的，是嘛的。出去的当然是这个水路上边水路前的有水前的不开呀，山上会有水前不当前不的这里啊这种气能就怎么样那么高了去那是难给他第二马桶是那张都难给人心马桶顶用的多羊卡些就不卡些难留下来上不用的钱你那块就那么久当，俺当那是去洗个嘞，看几趟那样，就停不停不，就看出来好的带不明呢，就拿娃嘛着呀，对，那老了嘛不得的，忙不用动啊。别吃什么呢？俺忙不着吃不呢，就煮忙不，老张忙不，老张嘛别好的带，老张嘛别洗个的看啥子，洗个的故事都洗了，俺呢？这个话题老师好的代表呢就不让你啊落地决定给你那么查学名的这个呢贴把卡出来的贴了呀呗嫉妒肯度的切切哎这卡出来那就大点的说是通多了好的代表呢接着第一首节呢他看三个军啥的那就是好的代表就卡出来白白可军难拉，伢那好的代表起，伢那想什么西北写那就三角吧，伢那好的点那新个来是，但伢那想什么西北写噻，就给写不能写，但看到，就看啥个军啥的，春节啥的，我那天那就。定开的话，就当年年几个光的钱回来都嘛都滴滴，这个是卡出来的，卡出来的七个那么怎么的，羊呢就年大怎么的，但羊呢就卡出来，说是感谢怎么光的清明，他今这样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有一句提到说，必须知道人的功过。那么很多时候要知人，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像龙树菩萨在他的这个《龙树劝友书》当中就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呢，他比喻上是芒果一样，就是芒果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外在看起来他已经熟了，可以吃了，但其实你一打开里面不熟的是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外在看起来是生的不能吃，但其实里面已经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内外都是熟，或者内外都不熟哦。那这是一个比喻呢，就好像我们在看人跟人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呢，他似乎这个外在看起来呢实在是不错，也没什么问题哦，那好像都非常的好，那其实可能这个人他只是一个很善于这个装模作样，然后他能够表现出来的很好，但其实内在是怎么样真的不知道，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其实内在其实是很善良的，个性也很好的，但是呢外在乍看看起来之下并不讨喜哦，甚至很惹人厌的。甚至举个例子，就好像马尔巴大医师一样，他有着很怪异的一种性格，很强烈的一种性格，所以乍看之下你甚至不太容易接受的。所以甚至我们说看到故事当中，过去他对他最相信的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呢，他自己也尝受了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苦头的。所以在这里谈到说要知人的功过实在是并不容易，所以在藏族谚语有这么一句话说，有时候你可以乍看之下了解这个人，或者是你要透过三天的相处，三天之后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人。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知人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更深的接触，然后了解你才可能认知到这个人。那你很难说透过外向，或者透过这个人他的名声的大小，或者依靠你自己好恶的一种判断而觉得说这是好还是不好，是很难这样去判断的。对了，那对了呀。当年我去老哈些人年年就上蒙古大爷，他来啥呢？老马蒙古这个，俺那干啥的？俺那就喇嘛，喇嘛在五月，喇嘛点五月，喇嘛年三月那么快啊！如果做学，我就继续。下了腰的，努力腰的，上了腰的，我腰的是啊。他不急不急，那不是就做了做这边的，就提供过那个这些的。他就是看现在就那边过来，吃饱忙大的出去呢。他退休了就上了干就啥，他等到多多等啊，然后就过，开始就上了那边去过去。就当个那边青年的，他说，那他多人啊。俺定居，刚给我那里就拉煤气呢，我干水的，干的，结巴了，干干了，结巴，顶不了，顶不了干了，顶不住不了干了，住不下那些，那干的拉煤气呢，别干水，厂子也别去，拉煤气呢，压水冲了，你这过来，待在那么久呢，别干水的，别气呢，一些些上，一些些上，啥，你就忙不完的，那别，俺那怎么说呢，别加些加糖吧，待么久呢，加些熬煮糖。对嘛，兄弟，家境你就当不是你说的，对不对？大爷蒙古话的，那青年过来这些钱我是给你们都。对一边的呀，青年的，长马上，怎么一般？青年听着是长远，那么的，让给单元不去当，我那只能就让给，就让了呀，我那他说的。那青年听着是长，那么叔叔点过的。这当过七年的长度没动啊，就过了年纪不得了嘛嘞。但七年的那长了，那么的说说短过也不行，就啥说说短的路啊之类的，他得上面也不是当。他这样他妈的，这里全身素质就没得什么，唐不得。他看他电不吃就看啥，这那么的的让道呗，对不对？突然个让道什么的，他看他。我那我那天那个在人心三两张，多很多三两张，但我送多去通途过去，我就开心了蛮多少，让道也不去通过，让根的三了老道有三千多啊，让根三的我没去过，我几要的，结果他都不带兵的三张不要的，是让根的三了老道有三两心，成不成？突然个人多，我那的人心，我那的马上钱，可人心这么的痛了，对吧？但那么青年的没点白钱给，青年的点白说的短信过来，也那么青年的点白呀，那么的青年没点白说的还是短信不的话，本来就我给出头开始那个伢把的、先把的听这个别说的了是短信，哎那边。而且我那可能给拉面人心，我那得看你们的，那么的我们这里是赢的，我先把赢的，拉么赢的，那边搞出来的，你要把赢的输赢还好什么吧？加上拉面的让多少人让多少心，我那就痛快几千。你不得，他那么是就是让来远的，恐怕就对吧？让给啊，他说，
苦不切啥，俺那就，老天学啥，人说说嘛写不的，俺得了跟着学，俺那空格就搞出来，没写不的写不进的，那你就那么写不进的，嘛写不写不进的，你就那么就过了。这个就是说说另外一种个锻炼，得了呗，搞出来就苦不解有点子，他就过了。不然我说你是啥有啊？面里啊，我这到底别的可是不写好的，对啊，别的我们学了读读哟，读读我然后读读的两句，读读就是全部这句子呢，你看呢，全部没这功力啊，呀，他就真过了。哦，对，你看他就过你多多的就平时全部提的，俺那边亚当就真过没事，但真那边亚当就真了，那边哪怕轻松了，对不对？全部提的是，哦，当然是，但俺那那么的，但是亚当就钱呢，哎，就另外一种哪怕轻过了就行了，现在他就是说我老外人都买到，刚刚开始就进来也别开始就。偷偷是这个麻烦钱的，就是去那边那都把钱丢下来了。看他红眼的，那么生意肯定是来多。对，俺那几个还是就是第一次念过回事的，念过。俺那几个开始说，他就打这种钱钱。但看他，他另外一种团呢，那边，没法见啊，这个缺乏见啊，就准备呢。现在就是确实那活动蛮多，俺这盘多呢，上班多，上班了就。啊，这个就是怕下节，那个当时也挺蛮难吃，那得了也不要喝水，我多少给蛮当吃下下了，这把就这样了。那得了就是啥呢？我就当时当过来是九三的，那到今天就脱掉了，那就是啥？那另外医生管呢，就我那是开发学术阶段，所以的这个农户来点吃啊，就人多没多眼的，所以的。哎，他说，大姐你不当官的开心意思了。接着他说不定，我那天呢，说是一切人给拆穿的人都没得。他对于我这就是多少呢？我的房你就想不来，就是那点的，长得的这个名都是。你就想不赢，就是只要是叫人得了钱的原来，本来就叫人就本来就，对不对？三万多去，突然给呗，书记了写麻烦呗，三万，书记给你啊呗，就他说，写麻烦呗，三万多不记得，那么得休息那边呢？哦，可休哎，那么了，我那时候那么是都上那边，俺这边呢就，徒步雅学生了，路途徒步生了，他徒步雅学，徒步很难的，就被路途，他被面积，他徒步是的，那么是徒步雅学的意思，我说。那这里的说说就三万七千的说就他来写，主要就那个骆驼都不记得，以前骆驼配完就是那就饿了他。但现在看来就就是就那么的，你以前不得写了，以前不得看来就对老蛮多。我那天呢就买了多了土地，那么的哦，那么的来的给是的写呢，那么样的，他说我当用什么东西？俺那就明显，他的县中生产的鸡蛋，那就忙不成多的。他看到就落地买给的说是，但落地，你刚才的落地拍那边的了呀，土地也是嘞。落地买回来呢，那他就年纪轻薄的，学历轻薄的，娘们手机啊，就是就是啊，爹爹还是培养一下。他的是哪面？趁地基给他们点过来，趁地基给他们点。那么多就那么忙的话就对啊，给他一切定力开发是没有的。哦吼，他的身体机给别看出来，他不那么他看出来他固定性给的，那么厉害呗？看出来，突然个气势就拉不出来，搞了很多，第四一点搞了很多，眼睛不是多。那第三点就是点呢，当然就一切落在开发，他那就是另外一种观念。亏吧，吃的很少吧，对。那当然是，说那么的看啥的，让到我那就，碰不起来，这送的那该什么样的送？
所以在针对这个医治上师的这个部分呢，法王说他真的是想了很多年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弟子们、法友们来找他的时候，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哎呀，我要找一位上师，请告诉我要怎么找上师，要怎么医治上师，甚至麻烦您就直接告诉我，到底我的上师在东边、南边、西边还是北边？感觉上好像这个弟子很着急的要我马上就告诉他那个上师就在那里一样。”反正总之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呢，好多朋友都会问我怎么样找上师这个问题哦。所以想了这么多年，最后我得出了一些结论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我们都会谈到很多找上师的时候，就会谈到上师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一个具德的上师。那我们翻阅很多的显宗的、密宗的，甚至在论典当中都会告诉我们，甚至你可以很广的、中等的、很简略的解说上师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甚至呢，有时候说，你医治最好要医治到这样的上师，如果找不到最好的上师，退而求其次，还有第二等的上师可以医治，或者第三等，就好像现代化来说，你找不到这个100%完美的上师，可以医治一个50%的，或者是20%的。总之，你会看到在各个经典当中谈到好多好多对于上师不同的定义，但是呢。法王在这里觉得说，其实这里不用谈太多那些定义哦。原因是什么？因为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医治这样一位上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医治，医治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法王想到说有三点是我们做弟子你应该要找上师的时候要具备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看到上师的真面目。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真的要心服口服。第三个是你真的要信得过这位上师。那什么叫做第一个叫看到上师的真面目呢？就是说你真的要看到他的本质是什么。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一块石头，或者你远处看以为它是黄金，但其实呢，你近看的时候发觉它不是黄金，只是外相看起来是那一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没有看到一位上师的真面目，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的外在的视线的这些假的这种像。这就很多例子了，像过去许多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具德的一些上师，他外在会是好像很有德恨，但是有一些是本身很具德的上师，但是外在视线的就是一般人，或者是很普通，甚至没有德恨的一种视线的样子。在过去很多成就者的身上，像很多成就者他是渔夫，他是猎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一个弟子你没有看到上师真面目的时候，你就会分不清楚，哎，这是个猎人，是个渔夫，只是个普通人，还是他是一位上师吗？所以这里第一点，你要看到上师的真面目。第二点呢，是你要心服口服。什么叫做心服口服呢？就是你要找到的这一位上师，他是真的能够解惑的，就是你有疑惑的时候，他能够解答你的疑问的，同时他的功德、他的德恨是比你还高的。这时候，因为他能够为你解惑的时候，你很自然你的身口意对他就会升起信心了。所以就好像在藏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心服口服呢？就好像藏传里面有这种叫功夫喇嘛哦，比方说不是功夫潘达，就是藏传有这种功夫喇嘛，他们很厉害的。那听说他们互相之间要交朋友的话，要怎么样才交到朋友呢？他们要先打一架，打到真的是心服口服之后呢，那么他们才满足了，嗯，这个人值得是我的朋友哦。所以比方说不是要跟上师打，但就是说你在这里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个上师，你甚至用各种方式测验考验，然后你要认知到这个上师，直到你自己心服口服。当你心服口服之后，那么你很自然你的身口意你就会信仰他，甚至说皈依他，而不是我们一般的一见到某个上师说我皈依你啊，并不是这样，而是真正你要在经历这样子一个心服口服的过程之后，那么你才会真正三门升起信心，这时候你才说得出，哦，这个上师他是我的顶严，就是他是我可以戴头顶，顶戴在我的头顶上的这个庄严的上师。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信得过。信得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你看我们平时我们口头上我们都会说，我很相信这个上师啊，因为这个上师又慈悲，你看他这么有羞耻，他实在是太棒了，我都是皈依他的。但如果说问到说，诶，当你心中有一些这种
隐私或者你的秘密的时候，你真的信得过他？你敢对你的上师说得出来吗？但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上师是什么呢？他一种形容说，上师是我们最亲密或者是最好最信得过的一个朋友。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只是口头上说啊，大师，上师你很有大悲心，很有智慧。但是真正我们心中想的是，我的这些秘密如果我跟他说的话，诶，这个上师会不会出卖我啊？他会不会把我这个话跟别人说啊？所以你的心中还是有这种疑虑，你并没有真正的信赖。但其实这很重要，因为如果当你没有这种信赖的时候，就算你口头说这是我的上师，他很有大悲心，很有智慧，又有修持，但这都没有用。什么叫没有用呢？因为上师他是真正指引我们，让我们在今生来生能够得到快乐的，告诉我们方法的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不信任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按照上师所说的这些方法而真正的在今生来生得到快乐，所以这是很要注意的。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三点。第一个，我们如何依止上师，第一个要看到上师的真面目，第二个呢是你真的要心服口服，第三个是你真的要信得过这位上师。当然呢喇嘛慈悲三阿弟，他忙不是先就是那个喇嘛国的陪陪个男的，这个这当喇嘛三阿弟、古鲁三阿弟那的，我们的陪陪给是叫嘛的，他的，完了就讲讲的，俺都看到这，干点的具体的就那原地的给是什么？他因为呢，他陪了呀喇嘛三阿弟，陪给具体喇嘛的吃，俺喇嘛三阿弟谢啦，他妈是谁就是那呢？俺陪陪给。比如那不算给不了呀，拉美人噻，这些都拉美猪肉是。啊，那过年呗，拉美鸡过年，拉美鸡呗，那个老板，拉美今年生日上，但你看些就我出国，我们外头的吃意思，拉巴都拉美店当，这生日上那我们外吃多。但从哪到哪的呢？拉美出来生日上，每三步就出去，他是那个一万的吧？每三步就出去，是要咱们一万的是。但的。初步三步级，然后给略读的初步三步级催熟了是，每三步级都二到八百级的，三百三步，年纪越点点，写的比越点点，这些都是没催熟时候嘛。但做的所有一切论给结束是，这里这个初步三步级，这个催熟是啥的？你就啥呢？这个地方是写笔呢，所有这个全年龄前面，他说的。这个全年龄 spiritual part 什么的，全年龄前啊，这边缺少的，难怪提纲里啊，主题三呢，安内地里啊，白是马诺尔维兰顿情节当弱情节的，初步三步，初步绿度级，但第二级再过多是说，第二级的这个初步三步是菜啊，第二级三步是大级，过三步，他说他初步菜是就是说，这不是第二级，像是不是不是的，我们管是看不懂啊，说说一个。那这样就所有的超过三步级，他说一句，你都别超过三步级，才对了。你这个三步，对就 take it easy 什么的，啊 ，take it easy， 对子。前嘛的张泽金，我嘛的过了去忙去，那这不这，那么出来是不是三级，那三级，那么普通级、三级、中级，你这表面就菜过多，是不是那些？俺刚才是不是过了表面多？那人家没其他，看他等到多少的。但各位，先年是不是？先年啥的？初步啊，伢那个参照的年啊，年初步多了吧？所说的评价，那个初步。你这样，他第一个两百是干的不是？各位先年，各位初步啊，那各位年是？啊，那就是几点的？那就收入的了，并且他开完了。几天给拖的，那就是初步指点的，对嘛的？因为缺少，缺少那么呀，收费高了呀，那就是干脆一段片的对不对？那初步上不去，再过啊的，你初步上不去，多人都办不起。那么地方去下面，你就不行的话，他得了就那边的叫那边的叫，俺们干早上就是上面就干脆每天过这些钱，你知道的，干早上干早上就是啥呢？呢，就土瓦忙不用的。question mark 是不是连接的呢？这俩连接不到的时候，人家就往不了的话，对，就拿多少的？像那个最近初步上不是在位呢，肯定是这个吧？那这个是就
미지 랑갈 투스 양도 가버 투스 어다디 겨랑 가 주고 인스 엔딜베 도보 당간 지인다 야는 녜리아지 도보지 자지고는 콜리아고 지 녜리아 주디 십체 놓고 유르 갈아간 좀 내서나 에네 신에 갈리겔지 도보를 좀 사지 처럼 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这里我们谈到说要找寻上师，但有的时候上师或者我们叫喇嘛，这个实在讲太多，讲得大家都搞糊涂了。其实在这个用词，就是在藏语里面我们说叫喇嘛也好，就是翻译中文是上师，或者又叫 guru 也好，那这不仅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有的，我们在印度的过去这些佛教的典籍也好，论典当中你都会看得到上师或者是 guru 这样的一个词，只是翻译成藏文之后它就叫做喇嘛，也是中文叫做上师。但是因为不断的这种渲染之下，就是强调这个喇嘛解说渲染，然后让甚至西方就把藏传佛教说成是喇嘛教哦，是所以因为这样子过分渲染之下呢，让大家其实对喇嘛这个词更加的迷惑，也因此呢让我们说你要找一位上师，一指一位上师也更加的糊涂，更加的迷惑了。其实总的来说，什么叫做找一位上师，找一位喇嘛，你不是在找一个好人而已哦。那其实在这里你是在找什么？你是在找一个好的朋友，你是在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朋友。所以你并不是在到处找寻说一个很慈悲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好人而已，并不是。你是真正在找寻上师，你是在找寻一个你相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就是走在这样一个修持的道路上，或者说叫做一种心灵的修持的这个旅程之上，你会需要一位能够正确告诉你方向的这样一个陪伴着你的这样一个好朋友，同时在这个路程上他能够帮助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朋友。这是什么？这就是找上师嘛。所以说可以，其实它并不复杂，找上师就是在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朋友，真正是一个你能够交心，你能够信赖的过的这样一个朋友，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了，可以放轻松了，因为没有那么复杂。那要不然我们大家一提说找上师，大家就开始很紧张啊，是不是要找那个会在天上飞的啊，或者可以钻到海里地下的那种上师哦？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甚至呢，当我们解说什么叫上师，它有一个用词叫做善知识。善知识的知识的意思其实就是亲友，是朋友。而在这里佛法的朋友还要再加上一个善，就是他是一个善的，一个好的朋友。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师，这个善知识，他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些亲友而已，而是真正当我们在修持心灵的旅程上的一个善的，一个好的知识，一个好的朋友。然而因为又多加一个解释，又再加一个解释，一个 解释一个，不断的渲染之下，越来越多的问号就出现了，就到底什么是喇嘛，什么是上师，反而让大家搞得越来越糊涂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法王说很简单，问大家就知道了。譬如说你现在走在路上，譬如说你现在要找一个朋友，你会怎么找朋友？你是走在路上随便看到一个人就说，哎，你是我朋友，我们来交个朋友吧？你不会这样子吗？你会怎么样呢？你会首先要花时间认识他，跟他相处，慢慢之后你才知道，他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交的朋友。其实找上师就是这个样子。OK， 那你，你，是不是西路的台湾年龄，你那么他们突破两百十个？接下来第四个是必须具有智慧和信心，小心的去理解贤德上师的心意。大家呢呀，那你西路啥的？这推断的设备写了的，你看这个，这推断的设备写了的，江明有什么能省钱呢？这当写写的，写写设备写了不怎么写的，这当写写写写设备写了不怎么写的，发现这个没有，写写设备写了不怎么写的，啊，就引起讨论了。knowledge， 那农业写了不是就是那个呢？农业的这些呢，这个了吧？他，人就是呢，先缘变了。knowledge 设备设备怎么是一个没得钱？搞的了呀，设备是都啥呢？设备设备，设备是都好搞的，机器呢就没得。而设备都啥？超的就不是。设备了好搞的哪呢？设备，没好搞呀，要学的搞的，搞的好搞的是呢。那做的帮浪的，帮浪的出现了，
但是你这个也写的不是吗？帮这个的让你啊，还是偏的多。让了肯定的多。啊，让了那么的，帮过也一般，就哈苦；让了偏不的，区别干说，浪过也一般。哎，你住过也几个哈苦，你这家哈工业这个，哎，写吧嘛，你这家哈工业这个，哎，别干说，啊，到农历什么的，到农历什么，到农业什么。 农业什么的，人家工资了，写的不是啊？那是，那等于不是搞不定，写的不定，等于结果。但得了呀，就写的不得了呀，这些就加不赢了，本来就拿出退休金公司写的不是啊？但退休金公司写的不得呀，他是就干说，退休金公司写的一般怎么写个呀？就我那个的，哎。 시럽나마진규료면대중들도다제자삼삼지드레인주사는조조디시퇴삼공수기시럽나마신규구예비나엔퇴배시럽그당부왜뇨모방모시야지아니삼배시럽기뇨모방고네마치엔고배시럽기뇨모바자와네지야지아니디지기단도나지뇨모비뇨모레야치니지빵왕그중도하친게 然后呢，我说恁给你牛毛不赢吧？哎，那这去，你要说连续逐渐的，哎，你差不多年纪的说不赢吧？得下口气。我说这里这个，难多人多年前的，哪年大家全部赢不赢呢？哎，那现在这个退休工作的写的这作业呢，这写的那么这个呀，就要是这么多，就当然就有这，啊，这退休结束的，怕的那这个退休，退休到工作写的引导好不了，这里要来的赢不赢的？ 大大大大，我们那这他们就那么样装嘛，就是啊的，他们自己靠不住，没得送。那这里就是做做，他这就要钱，但多呢，他这个朗多人这边写的就要个移民呢，现在这个拉面工吧，乱土的也是，拉面嘛就送去南边面，然后都，当然是这他说的，拉面土的工吧，写吧搞的有的，他这个朗多人众多些的，那这用过了吧？拉面嘛。 那叫啷个几十下的，哎，钱，哎，你买几十下的，买几下的，你这个就好坏全部有呢。哎，那现在个拉面片多，拉面老马的片多啥的，做做做这拉面店下边就啷多个内地的，最近两年吃不得了店呢。哎，那就他说，哎，片子全部的热多，这里的军政的店呢，嗯，他写的不对，真是的。 那很多时候，其实这里的智慧呢，并不就是你学习而得来这些学问或者是知识哦，并不就是这样子。在这里第四个呢，有提到说必须具备智慧和信心哦。所以在这里就谈到说什么是智慧。那很多时候，其实这里的智慧呢，在藏文里面叫做歇绕，有两，就是这个名词有两个音节，一个是歇，一个是绕。歇的意思呢，就是知道、认知；绕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所以它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知识，或者是最好的一种认知。那我们会问说，什么是最好的认知？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也就是你明白了取舍的道理，就是善恶取舍的道理，你知道，也就是当你认知到说，这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我应该这么去做。还有，你知道这是对你有伤害的，所以你不应该这么去做。所以你对于什么该取，什么该舍？ 你很清楚的认知到，知道这一个，这个就叫做你有智慧，这称为叫智慧。那当然，智慧我们说也可以分，叫做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就是听闻跟思维跟实修而得来的智慧。但是这里还是要做一个解释，就是并不是说，表面上的这样你在做闻思修就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智慧，并不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闻思修将它能够转变成带来真正的智慧呢？这是指说，第一个，当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你认知到哦，原来我的烦恼是这个。你透过听闻，你升起了知道自己的烦恼是什么的这种智慧。第二个呢是思维，这时候你透过思维的智慧呢，你降服了你的这个烦恼。
再来第三个是你透过了实修然后的智慧的升起，然后你根除，完全的根除掉你的烦恼。所以你透过了闻的智慧，你知道你的烦恼，透过思维智慧的时候，意思就是你可以透过慈悲啊很多的这些思维而降服你的烦恼，再来根除的时候是你真正的这么去行持而根除你的烦恼，这样子呢闻思修才有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这个智慧。要不然表面上的这种口头上说我在做闻思修，并不一定能够让你带来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说智慧很重要，唯有当你有了智慧之后，后面说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上师的心意。就这个时候因为你有这种取舍的智慧，分辨的智慧的时候，那么你对于上师他所说的这些教法，还有上师他心中的这些心意，你就会了解。譬如说因为你自己对取舍有了智慧，这时候你在听闻到上师跟你说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了解。所以这个才叫做上师的教法真正利益到了这个弟子的意思。那么大概今天就讲到这里。他这里就是呢，他到了，他们这里终极现象了，他什么感觉的？他这里就是呢，他告诉你，平常心里也也心结，没力啊，就如果忙过去三百年了，伊呢如果年轻什么的，我呢我也是这样的民族，三百年不是当官，就是那多啊说，那边就村里的如果看些。Pena tambu, pena ta explosion sam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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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so a dizu tambu nye le aji tab de wo yong a zi da energy le la la chue che wo yong a zi che ta zo bene le ga le a dizu pena ka zo do chen bo din de le a a zo ze me par che ene go lang ga su du sa ne ze me par che do sha a che de de do she du sa ne ta to a shu che song ge ni do sha go chu na ka le ha bu ye yin sa ene le la la chue che we che do ene ba ze ze me de su ba ze de su sha ta je ma de ji bo de pe jo long wa de chi ni ene da ba ma su ji da ji yu gi sa so chua ya ge cha la ni ju ju ba de ne ju sa ne o ji bo ji ya de ji bo de ya ko pe ju lo ba la ju ya ji da do si bi ji da ya de ji bo de ne su so go ya ji de mo go ya ji de do sam tang go ya ji de de ne ju ji bo yu ji sa ma ka su ye 시럽이인바당 아니지 가수에 고충이 이즈상으로 미지 시럽전부도 배 고충부시다 도사디기 고충부도 시럽전부 노르노르 정도다 다들이 양에 중시해라 낭망마 다들 유럽인 중지 이사래 이나 사사과에 하고 있어 음아지리 안에 타운성 말이야 정세지에 나로리 아마 김치 알았어 정세지에 나로리야 미망부여 알았어다 디난 디난 ane lumbe langka sundu kani ya dede ama gimu juaras mana langka sundu kado wa ama gimu juar ama gimu dili ya tombe kimsi juga maras karena mau kan lewe ama judo be judo cha ama cha ane jala tuha ye dusan cuzan jo maras tombe kimsi juga mau gue ama ta ni macam ni ya Mr. Mr. Takhalo, right? Mr. John. Mr. John, that's why Nano Lea, and you meet the God. Ah, God, she might let you son, eh? They can put in your south lady. Good. I'm Mr. John, and the Gimudi. Oh, that thing, never. 先生，从简单做过多，现在让你普通人养老去也是。普通人普通的呀，然后当然普通的买的呀，但普通的养老就是，我都普通的没事，普通的待遇那都压的压的，你看普通他都待遇没事，俺们给我待遇就让个的，还是节省些事，普通当过吧，就让个过来点不要吧，俺通常是。突然给杨念嘛对你，你这来不得事。俺那 Mr. John， 啊，你这嘛的事。他那小辈人，俺宾家，俺王妈的，俺那通过什么了台阶，中间那了，加了两个轻松事。他那些就是，你这些呀，假如你通过给一个呀。
不给爹讲，俺们给我就光着十来人，叫他你这人，同伴精彩了，军衔，叫他没度假就都是。俺 Mr. John 哥对，叫他别度假了，同伴精彩给这一届嘛，就是不给爹一届去。그게담두스라봐풍경도깨져요무슨따이네저랑내내총번김지깨져있지만이제풍경깨지지근데저랑배도자알았어알았어아들미리멋좀세지도와따무슨로풍경깨져있네따꾸면도지지풍경시합때아들이이제뒤섭지다멋좀보셨잖아지부디디안다가서있잖아지녀몽바满国人被建了，那就是片尾建了多多啊！那你就算了，俺刚说的，是不是吃亏了？哪怕人地上推了你去自己吧，我有压件呗，心都吃亏，啊，人这个压件吃不着你隔离啊！我那阵子就说说骗吧，让心了骗吧的，乱不卡的人多，你这个野娃的马吃不吃？你这钱呢？反正我他说骗你个野娃马吃不吃去？我压件讲讲人吃去，你别吃米呢？你们真的呀？点点就告诉人，怎么能吸不得？哎呢，告诉人，你这个他动了就用上了，你上当官的该怎么意思？像是在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很多的知识哦。但有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说，说到底。我需不需要这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那就像是我们看在科学的科技的一些使用上，像是最开始炸药，其实最开始它其实很单纯，它就是为了建筑工程上的一些使用。譬如说，如果你要开路的时候，比起你用手去挖那个路，还不如你有一个炸药，就很快的可以建筑这样一条路哦。但是慢慢的呢，人的这种叫知识也好，他的学问也好，用在了一些不正确的发明之上，而将这个炸药慢慢就变成各种的炸弹。你可以看到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一种知识的一种发明而失去了这个生命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想一想说，这么多的知识会不会有一些是错用了，或者说有一些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呢？所以我们应该静下来想一想。所以知识呢，不一定就是智慧哦。同样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智者，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思维的。所以讲到这个智慧上、知识上呢，很聪明的上呢，法王就想到说有一个故事，这是很久以前在欧洲，那么欧洲的一个小镇里面，这个小镇人口也蛮多的，那主角呢是一个老太太，她住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老太太，她呢是所有的人都讨厌的，所有邻居都不喜欢她。为什么？第一个，她很喜欢管闲事；第二个呢，只要她借了东西，她总是不还。那这个故事就来，就有一天呢，这个老太太要去借东西，她就敲了一下隔壁的叫做 John 先生的这个门。她敲了之后，她就说：“嗯，这个我今天有事要到城里面去，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你家的那个驴子？”这个张先生一看是一个老太太，他就说驴子不在。那他说如果在的话我会借你，但是驴子不在。这老太太说你别骗人了，我昨天才看到那个驴子在你家隔壁跑来跑去，在你家里面跑来跑去的。张先生说不是的，你不知道，因为今天早上我弟弟呢赶着这些驴子呢到城里面去拿东西了。就在他们这样讲的时候，突然就房子里面就发生了这个驴的叫声。驴就在后面叫了，那这时候老太太一听就气了，她就说：“你看，你真是个坏人，你怎么可以欺骗你的邻居呢？分明驴子在后面嘛。”那这个 John 先生他聪明无比哦，他就说：“你才是个坏人呢，你都不相信我这么善良的邻居，你反而相信那个驴子。”所以呢，这就是那个故事，就是说这个 John 先生呢，他实在是很聪明哦，但很多时候这聪明只是用在这种事情上，所以。在这个时代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度的聪明，你会发觉它并没有让你的烦恼变少，它有的时候反而让你的烦恼变多。尤其我们现在大家都身处在这个21世纪的这样一个科技物质都非常发达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一头就是想说我要赶快进步，你却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说这样做到底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还是有伤害的。如果我们再这样子不停下来想的话，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居住的这个地球，它就会毁灭的。
Sambo Jeje Rabdo Mabaraji